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6日下午，意大利空军三色舰飞行表演队的一架飞机在进行空中编队飞行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及时弹射出舱，但飞机坠毁时飞舰的碎片击中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造成车中一名5岁女童死亡，她9岁的哥哥及父母严重烧伤。据了解，当时这两个三色舰编队的10架飞机刚从都灵市的卡塞莱机场起飞不久，为即将举行的2023年意大利维尔切利航展做飞行训练。坠毁的是一架意大利马基公司研制生产的 MB-339， 坠机原因还在进一步确认中。